也许我还有点糊涂。鸟儿在头顶把森林叫醒，甜甜空气让我很舒服。天上太阳已红扑扑，看起来很模糊。远处山坡有几棵小树，去年冬眠前我没记住。青草香，香果甜，喝着露水，靠着树，抬起头，踮脚尖，加快我长大的脚步。吹口哨，哼着歌，摇摇晃晃找到路。放得开，揉眼睛，长大的我还有点。就知道在这吹牛，舞台是俺跟熊二搭的，是巫师萝卜头他们找的，你就会在这吃香蕉。你我这是指挥，不然你们两个笨熊能干什么？哎，那俺们俩，哎对了，熊二呢？熊大你看，哎，耶，熊二别拽了。咦、熊二，气死我了！看你干的好事啊！你看看，你看看，食物都被你们砸碎了。看我这一身的油漆，还有我这个包，都怪你。赔我的冰雕，气死我了！熊二，叽叽呱呱问你话呢，你还敢睡觉？起来，你起来！这事儿也不能全怪俺们，对吧？熊嘛就得冬眠，这大冬天的不睡觉的那都是英雄，不是俺们狗熊。接下来就拜托各位英雄了，俺们先回去睡一觉。什么？你们搞完破坏还想回去睡觉啊？那拜托了各位啊，弄好了再来叫。这两个家伙竟然比我脸皮还厚。尊敬的脚步越来越近了，铁路部门又迎来了新任务。这日子过得真舒坦呐、啊！这是哪儿啊？奇怪。怎么这么重啊？这……为什么要做这个？喝得真快呀、
回事啊？怎么会是他们？臭狗熊，他们怎么在这儿啊？住手！不要啊！放开我！天哪！咋回事？吓死我了，原来是场梦啊。不会是李老板打来的吧？李老板，啥玩意儿？李老板，我是你爸。你是我爸？我还是你爷爷呢？我什么？你小兔崽子怎么说话呢？快过来，强子，说清楚，我是妈。妈，强子，喂。完了完了，真的是我爸，怎么办呢？又来了，喂喂，妈，刚才咋回事啊？怎么没说完就断了呢？哎呀，你又抢啥呢？强子，你个小王八蛋，你敢说是我爷爷？看你回来，我们打断你的口水吧！哎呀，什么爷爷，什么电话呀？我怎么听不明白呀？不是你刚才不是说？哦，你刚才肯定是打错电话了，打错电话了。哦、这小兔崽子，你最近怎么样啊？忙不忙啊？我挺忙的。忙什么忙啊？你不想我和你妈呀？换我说，强子，妈可想你了，强子。妈，我也想你。天气变冷了，你得注意多穿两件衣裳啊。哎，放心。啊，还有啊，强子，你在外边钱够不够用啊？你不够的话，妈说啊，听见没？妈，你放心，儿子在这边吃香的喝辣的。那现在做的可都是大买卖，老有钱了，现在老有钱了。哎呀，我儿子真是出息了呀。你要有啥需要，你尽管给我提啊，咱有的是钱。缺钱，妈就是想你了。这就快年三十了，你啥时候回团结屯来呀？年三十？是啊，咋的？你不回来过年呢？啥玩意儿？妈，我回。年三十咋能不回呢？那就好。那行，我和你爸做好饭菜，在家等你哈。好，那我先挂电话了。挂了。出来，咱可回家过年了。笨蛋，明天见了。你这个无聊的人就知道欺负我。回家过年，今天几号？回去看看。这不才腊月24吗？哦，对了，前几天都不在家。腊月29，完了，真是来不及了。好，这里是铁路订票系统，给我来张团结屯的票。好的，不过团结屯只剩一等票。哎呀，一等票就一等票，有什么票我要什么票。没问题，一等票票价是875。请问您的银行账号是？多少？875元呢，亲。875？你不如去抢算了，这么贵啊！你先等等啊，等。对不起啊，先生。现在是春运高峰期，麻烦你考虑好了再重新致电。再见。喂，什么态度嘛这是？等一会儿你会死啊！看来只能动用我的私房钱了。哎呀，没事别在这瞎捣乱，真是的。找到了。藏着的也找到了。356.8。哎呀，这也才一半啊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哎呀，怎么办呢？这可怎么办呢？对呀，我怎么把李老板给忘了？他还欠着我这么多工钱呢，真是太可恶了！我这一年拼死拼活，面朝大叔背朝熊的，结果他在那吃香的喝辣的，好车开着，好酒喝着，他还欠了我这么多工钱，真是太可恶了！哼！
他要是敢不给我工钱，我就把他拧成麻花。喂，谁呀？喂，李麻花呀。不，李老板呢、啊？我光头强啊，我在这里跟你拜年了。李老板是这样的，你看这大过年的，我最近几个月的工钱是不是？工钱啊，对，啊，工钱嘛是要的，但是有个条件，今天之内你给我看20颗修眉齐长的百年美人松来。什么？百年美人松？还要看20个那么多？少废话，完不成这次任务，你就别想拿工钱。这，喂，你老板，可是我，喂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搞什么嘛，居然关机！这个周扒皮，哎呦！咦，看我的，呜呼，呜，呜，呜，再来，都仔细点啊，这可是过年用的舞台，都别偷懒啊！是，吉吉国王。明明偷懒的就是你了！不许胡说！本大王这是在监督你们，监督你们懂不懂啊？报告吉吉国王，蹦蹦不见了。什么？嗯，啊对呀，那家伙跑哪儿去了？那么累的活，我才不干呢！不管你们了，继续完成我的雕塑，就差我英俊的头了。黄世仁，抠门都抠到家了，这眼看就过年了，都不让人消停，欠钱不给还理所应当了，累死我了。那种秀美奇长的百年美人松，我上哪儿找去啊？嗯，这是美人松！哇，这么多的美人松啊！以前我怎么没来过这呀？从来没见过呀，美人松，哇！好久都没有这样的感觉了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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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我什么东西红了？啊！天哪！是哪个笨蛋在鬼吼鬼叫的？啊！救命啊！怎么越找越大了呀？雪堆！舒服。继续。光头强怎么在这儿啊？
锯子坏了。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不就是个美人松吗？看我回去组装一个超级人间砍树兵器来，三两下就把你撂倒了。哼！光头强在搞什么鬼？不管了，跟上去看看。一切准备就绪，有了这辆超级无敌砍树机，管他什么美人松的，通通撂倒，再大的树也是小菜一碟。兔兔兔兔，过来帮忙，这儿还没收拾好呢。来了来了。哇哇，好伟大，终于修复好了，怎么看怎么帅。出大事了！吉吉国王，你还好吧？棒棒！什么？光头强又砍美人松？没错，他还打造了一台超级伐木机，上面装备了巨型的电锯。啊！怎么办？糟了！我们还是去吧，熊大熊二叫醒吧，他们肯定有办法对付光头强的。哎，这样好办法。这样都什么时候了，你们还指望那两头瞌睡熊啊？不就是个光头强吗？本大王动动小指头就能解决他。总觉得不太靠谱啊。总之，保护森林的战斗从现在开始。从现在起，你们都得听命于本王。哦，大王万岁！大王万岁！哎，那边怎么了？地震吗？来了！蹦蹦，来了，什么东西来了呀？光头强啊！图图，你能不能偶尔也清醒一下？光头强，光头强，光头强来了！完蛋了！也不用这么夸张吧？哎，嘿嘿嘿，挖好了，有了这个。太棒了！洞挖小了！不就是一辆破车吗？前面的破车，听着，赶快给本大王停下来，不然本王就……竟然当本王是空气！娘啊，气死我了！图图宝宝，上！啦啦啦，砍树啦！啦啦啦，发财啦！我欢欢喜喜回家去过大年啦！
情况？光头强，你让你尝尝我的催眠术，看着我的眼睛，你要睡着了，你要睡着了，你要睡着了，睡着了，你要睡着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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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两个玩够了没有？打不打我？打不打我？打不到我！两个笨蛋！哎呀呀呀！你们两个也太没用了！毛毛，到，给我进攻！是。啦啦啦啦啦啦啦！你想玩是吧？看什么呢？还不快给我扔啊！是大王。看我的！等我趴下！大王，大王，没事吧？真是两只傻猴子。竟然不护驾，呀，气死我了！看我怎么收拾你啊！我们还是去教训熊大熊二吧。马上就要到美人松林了，我光头强就要风风光光的过大年了。熊大熊二，好了，熊大熊二，熊大熊二，熊熊。毛毛到，想办法把他们弄醒。是，吉吉国王。得本王出手啊！吃蜂蜜啦！蜂蜜！熊大熊二，你终于醒了，你知道吗？光头强他要砍树！啊！疼！救救命！哎呀！哎呀！好痛！醒了！熊大，光头强来砍树了！叫你砍树！耶！光头强呢？啥？光头强竟然要砍那片美人松林？俺们咋办呀，熊大？哎，有了！亲爱的美人松，可别怪强哥我狠心啊！谁让李老板看上你们了呢？我也只是想回家。哎呀！只怪你们倒霉了！啊，我敢跑吧！是谁偷袭我？哦，原来是你们这群小不点儿啊！惹我光头强，揍你没商量！这又是谁呀？啊！臭狗熊！哎，光头强，熊二，哎呀，太天真了！网球模式。不好！呼啊！啊！看这边！哎呦，我的
睛啊！哎呦，哎呦，我眼睛啊！疼死我了，疼死我了！啊！什么鬼玩意儿？我睁都睁不开呀！疼不疼？好嘞！啊！啊！啊！臭狗熊，我忍无可忍了！完蛋吧！呀，怎么不动了？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这是大龙！哎呀，妈呀！我胡大！哎呀！耶！计划成功！这次有好戏看了！加油，王不惧！打败光头强！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太棒了！这是怎么回事啊？算了，叔在那边，你别看我呀，在那边呀，救命啊！走，咱跟上去看看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关门！天哪！喂，老乔，今儿你办的事情怎么样了？那个，我有解释了。我告诉你，你没多少时间。老乔，给我说话呀！李老板啊，好！你敢吼我光头强？李老板，怎么那么吵啊？在看书吗？怎么办呢？光头强，你是在看书吗？我在。我在看书啊！在看书吗？干得好，光头强！怎么了？看不到！你说什么？你看不到什么，光头强？喂！光头强，你玩玩什么？我的房子，你敢玩我的房子？你完蛋了，光头强，你一分钱也别想拿到。李老板，不要啊，不要！喂。我的钱，我的车票！冷手极寒，没温暖，流血流汗。书不让看，李老板钱还不还，哎，这愿不愿意我都得干，谁能比我凄惨，人生苦酸，何时才能有钱，才能有还。一个人在外多么孤单，笑声亲人眼，再消散怎么办，团圆难。
光头强是为了回家呀，他好惨啊！俺们帮他回家吧，啊！你说什么？说什么？说什么？俺们帮光头强回家吧。我们为什么要帮光头强那个坏蛋呢？因为过年用的舞台还没布置好呢，还在这磨蹭什么呀？都回去吧。好吃的都没准备，熊蛋面也没挂完呢，眼看着就要过年了，你们心里不着急呀？熊二，都快走了，算了，这都是光头强自找的。我说你们快再回去吧。本王要举办的可是森林有史以来最盛大的过年庆典了。哎，对了，本王的雕像还没完成呢，想起来就生气。都怪你蹦蹦，萝卜头，你快点抓紧时间准备食物，其他人挂灯笼。俺可真没用呀！哎，那不是光头强改装的伐木机吗？对呀，俺把这个改装成汽车，就可以送光头强回家了。俺熊二真是个雄才，事不宜迟，现在就干。哎，不过这咋坏成这熊样了？俺就不信了，俺修不好跟你。哎呀，俺的脚呀！哎，累死俺了！哎呀，哎呀，咋这么轻松就抬起来了？哎，熊蛋呀，还有我们呢，大家都来了，太好了。熊蛋没事吧？嘿嘿嘿，终于完成了。万事俱备，只欠光头强。走，找他去。过大年回家难，世上最惨光头强。我要回家，我要回家，我要回家，我要回家。俺马上就送你回家。
发动机正常，挂挡正常，底盘避震正常，刹车正常。郭东强呢？图图，你太棒了！好了好了，都准备好了。棒棒，俺们要出发了。图图、棒棒、萝卜头，谢谢帮忙啊！哎，琪琪他们俩呢？在哪儿睡着了？那就不管他俩了，送光头强回家。行了行了，你们要保重啊！路上可要慢一点啊！右拐右拐右拐！结束还有点糊涂，哎呀，老二在头顶把森林叫醒，天天空气让我很舒服，天上太阳红扑扑，看起来很模糊，远处山坡有几棵小树，去年冬眠前我没记住，青草香江波甜，喝着露水靠着树，抬起头踮脚尖，加快了长大的脚步，吹口哨哼着歌，摇摇晃晃找到路，放脑袋用眼睛，长大的我还有点小孤单，熊大，你快看呐，是往光头强家的方向。只要一直往前看就到了。机器国王，熊大熊二会不会发现我们？管他呢，谁让他们不带我玩了？啦啦啦啦啦啦！哎呀，真香啊！啦啦啦啦！哎呀！哎呦！哦，我的鱼，我的鱼！哎呀，我糊了，糊了！屏幕，公路上敢乱扔垃圾！车边的车，靠边停下！警察，车边的车，靠边停车！哎，咋办呀？咋办？咋办呀？你这个笨蛋！猴子抓到你们中发了！让你们停车，听到没有？有了。你好，知道犯什么事儿了吗？啊，你还挺狂啊！我跟你说话呢，你听见没有？没听见。公路上那些苹果是不是你们扔的？苹果？机器公王，我们好像被发现了。怕什么？发现又怎么样？毛毛。是。你开车的不知道公路上不能乱扔垃圾啊？就算你乱扔垃圾，居然还砸到我了！赶紧把驾照给我拿出来，快点！啥？这假照？假照！哎呀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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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那是假照啊！到底怎么样？啥样啊？怎么回事？我说你怎么回事？啊？什么？我当了这么多年警察，今天还头一次见着睡觉的。猴子，这是哪儿来的猴子？来，猴子，赶紧把鱼还给我！快点把鱼还给我！臭猴子，给你，给你，给我！臭猴子，赶紧给我下来！猴子，哎，熊大，他说啥猴子呀？好了，那么多废话，看我怎么收拾你们！太嚣张了！
朱丹，他说啥猴子呀？啊，啥苹果猴子，哪来这么多麻烦事儿啊？给我呀！给我！我要吃！急急毛毛！给我！你们咋会在这儿呀？你们该来干啥呀？本大王出来巡视，还要你们批准？别闹了，俺们可不是在玩。谁跟你闹了？各单位注意了，目标车辆就在前方。糟了，咋来了这么多警车？敌方携带着攻击性武器，非常危险。还想跑？他们跟上来了，熊蛋。大胆干！吓破了，都怪你们两个倒大霉，幸好咱俩系了安全带哈。就是，你们两个会开车吗？害得我摔了个狗啃泥。谁叫你不系安全带呀？天哪，这么塞呀！这下他到明年都回不了家了。你车可真多呀！哎呀，也不知道前面发生什么事了，要不然本大王下去指挥指挥。他们这是干嘛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他们一定是想把我赶出丛林，永远砍不成树。哼，没门儿。有办法了。臭光头，这下可好了，搭赛车啦，回不了家啦。没意思，本大王休息一下，走，毛毛。哎，这么塞啊，还要等到猴年马月啊。是俺午餐铃响了。哎，对了，吉吉，给俺个果子吃。熊蛋，咋了？哎，你俩咋被捆起来了？啊！哇，可恶的光头强，他从上面的洞溜了。跑哪儿去了呀？这是？哎，这事情咋越搞越复杂了呀？哎，他在那儿。光头强，光头强，糟糕！郭德强，你赶紧回来！哎呦，熊大，快追！郭德强，郭德强，站住！站住啊！别跑！郭德强，嗨！看，是熊熊！搞什么呀？会不会太激动？有熊啊！这鬼天气还遇上两头臭狗熊，真够倒霉的。段家屯，奇怪，这不是我回家的方向吗？
糟糕，追上来了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看你往哪儿跑！哎，再仔细找找。哦。哎，这光头强到底跑哪儿去了？嗯，熊大，俺俩再分头找找吧。嗯，好。痛死我了！他在那儿。光头强！光头强！光头强！站住！下车！下车！哎呀，别快点下来呀！快点下来！来来来来来！光头强！现在咋办呀？哎，看，火车站，咱也去那儿吧。哎，别挡道啊，站一边去啊！毛毛，使劲咬！哼，终于找到你们了！不许动，继续上来！哎，怎么没人呢？绳子！呼啊！终于要放开啦！臭猴子，把警车还给我！我这是在哪儿呢？这大过年的，车公熊把我带到哪儿了呀？团结团的列车即将团结团，难道这是做好接车准备？各位旅客朋友们，开往团结团的列车即将进站，请准备好车票，在检票口检票上车。耶，我可以回家喽！哎，熊二找到了。光头强呢？在那儿。不是，你听我讲。滚！哎呦！哎呦！上车不买票，你还乱插队！哼！我忘了，我压根就没有票。看来今年又回不了家了。前往团结屯的旅客朋友们注意了，现在正在检票，请抓紧时间。不行，这次说什么我都要回去。啊！救命啊！快快快啊！走开走开！不要过来了！走开走开走开！这。一定是被我强哥吓到了。请还没有检票的乘客马上到检票上车。哎呀，干嘛呢？马上到进站口检票上车。这人也太多了。哎，哥几个快点啊，最后一箱就完事了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来了。哎，终于能歇会儿了。这地方挺宽敞的嘛。哎，偷偷摸摸的，你是小偷吗？小偷。走，跟我走。不是，我不是小偷。走，走，放开我，放开我。坏了，光头强有危险。哎呀，咋办呀，熊大？光头强这要是被抓了，他就铁定回不了家了。咋办呀？放开我呀！我只想回家，我只想回家。哎，给我站住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走了，放开我！哎，没办法了。来，熊二，再来帮光头强最后一把。给我过来！
爸爸，啊，我们的火车怎么还没来呀？快了，快了啊！好无聊啊！啊，爸爸，你快看，你快看啊，熊先生又来了！你好，快走，我闺女。呀！啊，有熊！看看那边有熊，有熊啊！快快拿枪抓熊！臭熊，他们这是干嘛？哎，不对，好机会，上车。进去了，不许动！不，太好了，终于上火车了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放开！放开啊！放开啊！来来来，哥几个搭把手啊！放开！快点，抬上去！臭狗熊被抓了！疯了！老实点！太好了，亮熊被抓起来了，明年就没有熊捣乱了。不过臭狗熊怎么在这里？是为了赶我出森林，让我这辈子也不能砍他们的树了？车可真多呀。哎呀，也不知道前面发生什么事了。他们这是干嘛？团结团，走开走开。难不成他们是要送我回家？哎呀，这怎么可能嘛！臭狗熊怎么会这么好心呢？怎么会呢？怎么会呢？不过，有熊啊！快拿枪抓熊！怎么会这么巧呢？偏偏我被抓的时候他们就暴露了，再巧也不可能这么巧啊，这又不是演动画片。站台的工作人员注意了，开往团结团的列车即将发车，现在停止检票，请送去的朋友。没事了没事了，反正也不过是把他们送回林子里嘛，不会怎么样的。喂，老板，告诉你一个事儿啊，哥们，你今天捡着大便宜了！哎，我跟你讲啊，我刚才在火车站白捡了两头熊，比以前那些个头都大，那体型都够你们研究所研究一年的了。别忘了到时候请我喝酒啊！啊！难道臭狗熊要被送去做研究？太好了，郭罗强走了，来，熊二，咱也赶紧逃命。你说那么多干嘛呀？把钱准备好就行了。挂了。切！哎，熊二，你快点啊，不然咱就要被送去做研究了。啊！呀，挺生龙活虎的嘛，乖乖的给我睡会儿。啊！哎呀！别反抗了，小乖乖，乖乖的睡一会儿，明天你们就可以好好的享受了。光头强，你不是走了吗？可恶的臭狗熊，保重吧！火车，火车，火车，火车！要断了呀！等等我，等等我，我还没上车呢。等等我，等等我，等等我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倒霉的总是我？加油！加油！加油啊！
偷懒啊！你站着说话不腰疼你。熊二，咱必须得加快速度了。加油！啥情况？赶上了，赶上了！你们俩能不能再快点？熊二，用力啊！把吃奶的劲儿都用上了！救命啊！救救我！救救我！我快坚持不住了！不好！朱丹，干白脸，抓住了熊二，上去！太棒了，琪琪！你关键时刻还是得看本狼出马呀！撞上了！石头！小心碰撞！看前面！你们有没有驾照啊？不要开那么快！吵死了！碰啊！你来开车，我去看看后面发生什么事了。小花，好样的，俺拉你上来。咋办呀？借过，检查车厢。兄弟，俺来帮忙哈。快呀，绳子要断了。让俺来。行李车。哎，找着了！加油啊！差一点儿了！啊，主神来了！什么情况？行李车怎么这么乱呢？连门都没关。奇怪。山风吹，好的路过这条。
头顶繁星在闪烁，你在许愿诉说，却没有流星坠落。怀疑当初的执着，别退缩。年少轻狂过，也曾经彷徨失措，有你有我在唱这首歌。朋友们，今天的钟声马上就要敲响，五四身旁是你不会寂寞。熊呢？这个熊，这个熊，这个熊，这个熊。走到蛇年了，咋还不到家呀？俺都快累死了。熊就得有个熊样，再坚持坚持就到了。都累成这样了，还啥熊样呀？啊！闪烁，你在许愿诉说，却没有流星坠落。怀疑当初的执着，别退缩。年少轻狂过，也曾经彷徨失措，有你。有我，其实俺还用了好多的办法送光头强回家呢。你们看，火落魄，身旁是你不会寂寞，心中坚信那光明，携手走出。怎么回事？这是怎么回事呀？赵国雄，赵国雄，你要干什么呀？快放开我！你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你就跑！别乱上风！啊！救命啊！他在天上乱窜！
到这儿。哎呀，不好！臭狗熊，快放我下来！放我下来！听到没有？臭狗熊，放我下来！放我下来！啊！啊！救命啊！你到底要干什么呀？啊！送回家和家人团圆了，所以我做了个决定，只要新的一年他们不阻止我砍树，我就放过他们俩。哎呀，光头强还惦记着砍树。你们好啊，熊出没祝全国的观众朋友在新的一年里阖家幸福，开心快乐每一天。